亲。我和大婶互换身份，我们当小孩，你们当家长。那我们去学词句了，开讲。亲爱的，有没有书？你还要天天玩手机？我不玩手机，我干嘛？练字啊！自己字写的那么丑，心里没点数啊？去就去，哼！不懒呢。你干嘛？玩具乱糟糟，不知道收好啊！我不去，自己玩的，为什么要我收？现在谁是家长？这不是坑自己吗？哦。小孩子不能吃雪糕，我现在是大人。来，小胡子，你想耍赖？那我不吃了，这才乖呢。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当大人真好，行动。家长不饿了，饿了就去做饭呢。现在你才是大人，白纸黑字，你们想耍赖？我是小五。我的衣柜竟然能复制物品，真的能复制啊？怎么做到的？这个衣柜可以复制任何放进去的东西。哇，那不是有用不完的钱了？不行，复制品一小时内就会消失。真的可以复制。对了，我可以复制一个自己做家务。怎么没复制成功啊？妈咪，就你的礼物，谁让你拿复制的钱买礼物的？你不知道这些钱会消失的吗？我没有。普通给。哇，爸比，你发财了呀！妈咪，我讨厌你。普通。接下来。就该让三替我消失了。你买这么多手办干嘛？送给武藤呀。竹青，封印，竹青。妈咪呀，爸比，出去玩了。解放！好运来，祝你好出来吧，是不是？快放我们出来！让我先跟侄女玩会儿。武藤，吃饭了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吃啊，赶紧吃！你说抓到我吧？这怎么吃啊？开个玩笑，吃这个。哇哦！这你的。能把手上有钱一交啊！走竹青，三个小五，哇，好坏的，从不怕会被抓起来，这样。不是说我爸检测出阳性要带我去隔离吗？怎么还没来？你好，110报警中心。隔离有没有煎饼果子加鸡蛋呀？小朋友，这是报警电话。对，两个肠一个鸡蛋的那种。你是不是不方便说话？对，我家住在恒大国际28栋2308，快点来。好的，我们马上到。来了，快，坏人在里面。你可真机灵。可不是嘛，上来前还看到那个人一直喊我们家有阳性患者。看我给你们买了什么。宝贝们，吃雪糕了。什么龙龙王家？武藤，别哭了。你是什么？我是愿望星，可以实现你两个愿望。真的吗？中国星不骗中国人。那我第一个愿望，让我几次消失。愿望已激活。哇，他已经消失了。耶！妈咪呀，你看到姐姐了吗？你哪来的姐姐啊？哦，有姐姐吗？爸比，你看到武器了吗？什么武器？我爸
你看看你作业怎么写的乱七八糟的。我有好好做。作业也不好好做，真不知道你上课在干嘛。怎么又不开心了？我第二个愿望，让爸爸消失。愿望已激活。小小，一会儿我们去哪？我操，六十处。嘿嘿。嘿嘿，作业都写完了吗？写完了呀，我还有张试卷留明天去学校补。啊，这么厉害的，这是测谎玩偶，一旦谁说了假话，他就会翻译出来实话。不好了，吼啥呢？我妈弄出了什么测谎玩偶，还带翻译功能。武器，你在干嘛？我好困。你不会发现我把手机藏在手下面吗？没收、你在干啥？我找调料啊。我在藏私房钱到储物柜里面。私房钱没收了。我是丑八怪，我是大帅哥，你叫逼帅。让你祸害我，让你祸害我，让你祸害我。你们在干嘛呢？做运动呢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们在做运动呢。啊，我好像没出现，难道是真的？我卡了，变身。武藤，给你买的雪糕。哦，谢谢妈咪。姐姐，给你。姐姐消失了。妈咪，有的题目我不会做。不会做，自己去查课本啊。那么题目难做啊，爸爸来教你。爸比。出来。怎么了武藤？我想让姐姐爸爸回来。无法实现，除非你别走。姐姐爸爸还给我。武藤，你怎么哭了？妈咪，其实我有姐姐和爸爸，我对着愿望心许愿，让他们消失了。啊，别哭了，我有办法。真的吗？第三回合，睡衣。用我心，怎样才能让武藤的爸爸和姐姐回来？需要真情的泪水。谢谢，武藤，需要真情之泪。好。哥，哭不完。武藤，这是我最爱吃的零食，分你一半。谢谢姐姐。准备好，起飞啦！啊，愿望激活，我们回来了。爸爸，姐姐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，我们才去旅游两天，都这么想我们。我的小舞，跳舞的舞，味道还可以啊。这么小年纪学别人偷东西，你干嘛？面包多少钱？我给你。你很饿吗？妈，我请你吃饭吧。哦，谢谢姐姐。它真香，哎呀！你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别吃了，再吃会吃坏的。我要吃，吃到100斤，才可以捐血救妈妈。医院不是有血库吗？医生说，妈妈的血型跟熊猫一样珍贵，医院没有血源。我要吃到100斤才能救妈妈。熊猫血，我想要妈妈，我想要妈妈。姐姐刚好是熊猫血，但姐姐好像没有100斤，姐姐可以吃到100斤。